想什么呢？在西班牙的时候，我就幻想过这个场景，现在已经实现了。对不起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？总是拿我没办法，总是不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，总是让人猜，憋在心里。但是每次又给我惊喜，像圣诞老人一样。圣诞老人？不喜欢。不行啊，把我说的太老。很介意。嗯，一点点。现在介意，也已经晚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